其实我对未来没有什么愿景，我最想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作品，不受任何人的干扰。我觉得家庭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，因为我爸爸是医生，然后小时候其实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工作，所以我可能对于家庭的这种认识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因为他在做手术的时候可能。 完全是有关别人的性命的事情，我也经常会去医院去跟着他一起工作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我的家庭可能对我现在的一些影响应该是非常关键的。云南的那个事件，其实我是挺后怕的，因为当时发生的时候，整个人的状态跟后来想起来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。 所以可能后来慢慢对我的一些影响，会有关死亡啊，或者是那种恐慌啊什么，会有一些在作品里面。大的作品或者是项目跟小的作品，其实很像人在呼吸一样，有的时候你需要深深的吸一口气，有的时候你需要平静下来。 停止一下呼吸，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去感受你想要得到的东西。我有三个计划，第一个是可乐计划，第二个是 Tank Project， 第三个是有关口腔的一个项目。接下来我可能会做一个差不多需要2到3年的一个项目，是有关铜。 不是我选择了艺术，或者艺术选择了我，可能就是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大家接受了我做的事情，然后恰好做的这个事情可能就是跟艺术有关的，或者是别人认为符合艺术的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状态。中国的年轻艺术家，像我们这一代，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可能视野更开阔一些，由于网络，由于全球化。 所以我觉得，可能我们会做出一些可能不太一样，但是会有一些很好的事情发生。我其实没有什么留言给世界，我只是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去给世界留一些言，但是可能是一些物质性的或者精神性的留言。